卖花生了。美女，要不要来点花生啊？花生啊，自家种的。自家种的可以尝吗？可以尝，随便尝，包脆。用这个花生来炖那个猪脚，哎呦，可好吃了。这花生好啊，还是个红心的。红心的、没打农药啊？没有。我 那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来点是吧？来就炖花，炖花生啊，炖猪脚啊。来，你自己要多少拿多少。我这花生都是我那些爷爷奶奶搞的。可好吃了，你自己种的好啊。够，就要这么多是吧？行行行，买再多吃不完，先尝尝味道。会干蒸吗？会干蒸是吧？那我给你尝。这里10斤，10斤呐、啊？啊，10斤，刚刚好10斤。多少钱呢、啊？多少钱？就是1斤10块钱，100块钱，多给点你。好了、哎，我看你这人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哎、下次多介绍点生意给我啊。老板，哎、你那个证是竹证的吧？竹的，放心好了，我做生意，100%，没问题。确定是竹证的是吧？确定，少一两，赔你100块钱。才两百，100。100是吧？你这里刚好100。慢走啊！这傻女人真是条大水鱼，哼，不错。我这个都有5斤了，卖花生喽！那个花生老跟我说有10斤，也不像10斤的重量啊。轻飘飘的，前面有个水果篮，让来帮我称一下去。哎，美女，买点水果啊！哎、水果篮啊！哎，帮我称一下，这里有多少斤啊？称一下。称一下。哎，行吧，我帮你称一下。称一下，称一下。我这个秤可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时候传下来的，非常的准的、啊。哎，5斤。5斤啊！啊，对。那个老板跟我说。还有跟我说10斤，结果才要5斤，怎么这样？哎呦，哎，买点水果啊！哎，卖花生了，自家种的花生了，你怎么这样做生意的啊？怎么回事啊你？你跟我说有10斤，结果我让前面那个水果老帮我称，他说才有5斤啊！你拿回去，你拿回家吃了都不一定啊！你来我这里闹事，招打是吗？赶紧拿着你花生给我滚！我一个人我能吃掉一半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！你做生意能不能有点诚信呢？啊，真是的！我已经非常诚信了，刚才还送了点给你呢啊！你这人还来我这里闹是吗？啊！哎，你竟然敢欺负我一个女人，行！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，就你！越想越生气，连我一个女人你都敢欺负，我赶紧想个办法先。卖花生喽，自家种的，帅哥，要不要买点花生啊？种花生在这里光山野岭的卖，会不会有刀人家的有农药或吃死人的？怎么可能？放心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卖花生的，这花生还是我爷爷种的呢，一点农药都没喷。来，还能吃？搞点，行不行？没喷农药了吧？没喷农药，来，没喷农药就放心。嗯，要多少？来，这我怎么卖的呢？1斤10块钱，啊，1斤10块，一斤十块，你来一点，在家里面边看视频边喝一点，多买点，多买点。大人小孩都爱吃，行了，一个人就这么点。你这称一下，称一下，够炖两个猪脚了。两个猪脚，你可以，这花生可以放家里。我可以摸一下你的秤吗？没事没事，准不准的？准的，缺一两，赔你100块钱。我做生意你就放心好了，这里10斤3两，算你10斤，怎么样？
算我十斤还剩三两。哎，对，老板，你这样太会做生意了，我就喜欢你这么细心的。你记得以后多介绍点生意来就行了。看见这个红星还挺好吃，给我称完。称完了。称完。我今天你给我包奖了是吧？哎，这个我吃完还来买。哎，那挺好的。来，我重新给你称一下。哎，看你顶全的。这个，哎，来，放这儿。不有。哎呀，不。这里25斤。25斤啊，就是10块钱一斤，250块钱。250。哎，这我就给你拿去。大哥。干嘛？来，你们俩来闹事啊！我这里不准带其他证来的，不卖你们了，放来。你刚刚卖不是挺好的吗？刚他说多少斤呢？他说是25斤。25斤是吧？来，我不卖你们了，行了吧？我不卖你们了。为什么不卖呀、啊？这里才有多少斤？少了一半了、啊，你看。我说了不卖，那就是不卖啊。那这个证不准的话，我们再来。我们还有一个证，来，拿起来，大哥，来。你们两个是来闹事的是吗？啊，给我找个牙签打人呢！闹什么事啊？啊，刚刚你怎么对我的？怎么对你的？刚才你拿回家了啊？你都离开我这个店了，你还想要我赔呀、啊？啊？是啊，你这个人你怎么这样做生意的？既然你觉得我们这两个证都不准，行，那就拿你的，拿他的证。哎呦！喂，这怎么来的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哎呦！你是这样做生意的？原来你是这样做生意的啊！你年纪轻轻的这么会做生意啊！真是的！我告诉你们两个啊，今天我认栽，你们走。刚才那100块钱是吗？我还给他，你们两个给我滚！我也不卖你们花生了。你说走。你现在意思是只赔这一两哦？什么叫赔一两？我都没卖给他，我就赔你刚才拿回去那个。刚刚你他说好像说什么？他说缺一两赔一百。缺一两赔一百，那现在可不就是100块钱的事情了？你别想找对付他这种人，就应该报警，叫警察给他抓起来。报警啊！刚才我这里有录音了。没报警。我赔完，我赔，真是的。那这里1000块钱，通融。等会儿先，我先数够不够啊？够了。下次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村，听到没有？我去别的村，行了吧？还别的村是吧？别的村就应该拉来这警察局，对，让警察把他给抓起来。别。我别的村我也不去了。下次不要干了，知道没有？哦，知道了。赶紧滚！这些没收了，这些，我免得他祸害别人。再看到他，报警，把他给捉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得销毁掉。销毁？还有这个钱呢、啊，我们也不能要啊，拿去给村里五保物那些。交给村长。好，那走。